那我今天先讲一下我新的干部哈，我先请各位待会我们还会谢谢我们的旧干部，那我先报告一下我的新干部的东西哈。那我们的总副队长呢，我副队长是齐文妮，他今天刚好有事没办法过来。那我们的总干事还是我们的陈俊清，因为我们有一些的就是配合款的时候，都还是要请他帮忙，所以他在外面的公关真的很好，所以呢一定要借重他的。那我们还有再来是活动的组长，就是玉华跟我们的钟贤，就是故事组的，他两个都很有才华，在这方面的不管在任何的场合都是很活泼的，而且呢学校他有一些比如说像这次他们的那个交接，就是家长会的交接的时候，那个我们的总务呢需要那个刚好一个要布置，然后我刚好请玉华，因为玉华他是在那个幼稚园教一些那个美术的那一方面的，很有天分的，那就我们跟这两位谢谢，今天他们要辛苦了，谢谢。那文书的话呢，就是琼娥跟我们的素仪，现在正在用功的，正在加个记录哈，谢谢。那总务呢，就玉林跟那个柯素贞，那因为两位刚好蛋糕要过来的，所以我请他们两个去点餐。哦，玉林到了是不是 ？OK， 那小柯。小哥应该是第一个，好，谢谢刚才那个，谢谢你们两位哈。那学府呢？我现在干部的部分哈，学府的话就是由那个我们的组长是华龙姐，华龙姐有来吗？哈，谢谢你。学校呢有一些的那个，比如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，就要借重这个学务组，他们是很占了很重要的角色。每次呢，一定的话，就一定要他们那个，请他们来全力的支援哈。那副组长就是素仪，他现在也在的努力哈。好，那故事组呢，就是崔洛芳，洛芳。好，那个他们有两位是副组长，就是钟贤跟秀清。秀清在。好，谢谢。那同军呢，就是李龙，对，今天也帮我们协助一下，待会要颁奖的部分。然后那个副组长就是黄明星，有来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上课去好了。那教育呢，就刘旭川。是不是我在后面？罗大哥，现在在我们后面在主控室。今天的整个都是他要不那个。他今天不小心的去闪到的，所以呢很不好意思。对，然后他还是真的去交通，真的是我觉得还蛮感恩他，因为他真的在教二的时候，他就是说他每次跟我讲说，兄弟那怎么办，我们没有人，我说我尽量帮你找，我也是尽量，可是还好就是有一个人刚好可以顶那边的，所以我说我尽量帮你找给你，谢谢。然后交三组就是胡大哥，吴大哥是直来直往的人，真的是很不错。他每天呢，我跟他老婆就两个人牵手，然后在那个捷运车上晃来晃去。然后我有一次在抓画的时候呢，被他抓到。他就在说：“哦，你真是的。”那焦氏丽花姐，这个丽花姐是很用心，他们都在这个交通组都已经是十几年了，将近二十年，所以呢，我们都在向他看齐。还有我图书组长文婷，陈文婷，新来的，他也是做，他是算蛮优秀的一个组长。然后副组长刘旭川，刘爸爸兼的。好，那我们大爱呢，就吴淑清，大爱，谢谢你们每次在礼拜二的时候呢，在进学校会讲一些近思语，谢谢。然后呢，副组长就是运春。他脚不太方便，他脚有受伤。好，那儿辅组就是秀春，秀春也是很不错的一个，你看他这样子每天来都是找小朋友，真的很用心哈。那个医疗的，宁奶奶，我们这个宁奶奶真的是，他们家都住在新店，而且是那个中国玫瑰城，
每天骑摩托车，然后呢就放在捷运，坐了两部公车，是不是？搭了两部公车，从中国玫瑰城，你知道新店中国玫瑰城是非常偏远的地方。然后他最近玫瑰城，台北小城嘛，台北小城了、哦、对，那个台北小城是比较近的，对，达官府，中国玫瑰城是比较小，中小学校，哦，在我们大门这边，邻居啦，还有那个更新婚宴也是我们邻居，哦，同一排大门，同一排，哦，新港那边。好，那我们的选手李李坤。哎，他是来自地名的，不是我来自地名，蛮尽职的。因为选手队呢，我觉得他每次都是，如果没有人要是上班没有时间来的时候，他就是一起顶替的，我觉得蛮感恩他的。啊，那我先报告这边，谢谢。